来来来，朋友们，哎，我们今年农民啊太难了，种出来了这么好的芒果啊，现在都熟在树上来了。假如说啊，这个芒果被哪个中间商看上了，都得给你们层层加价，收你们十几块钱一斤嘛。今年我决定，你们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我就挂下方小黄车，十几块钱啊，给你们邮满满一大箱，就这种。